好，大家好，今天人在内湖捷运站，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是我的练背日，带大家一起去跟我划船。捷运上面好凉快，现在外面阴阴的，不晓得等一下练背的时候会不会下雨，有点担心。因为这次练背是在户外，听说有100位左右的人会跟我一起团练。我们现在要转松江新店线。其实今天是要来参加一个龙舟比赛活动，主办单位听说这次邀了大约100位的 YouTuber， 那等一下到底会遇到谁呢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先去集合吧。告诉大家，有我的那一队赢定了，好不好？打之后来这边换脚。哎，加油！终于见面了。超棒，还会订阅他。划龙舟前要先解任务，一定是某种便宜的任务。解任务喽！我的任务是这个，跟两个人比赛，1分钟伏地挺身，然后要赢他，看谁做了最多下。我要跟两个人比耶，最后干嘛？就是过完关之后会请人帮你签名，那签名之后你会去服务台，然后告诉他你完成任务了，他会给你一些小电风扇啊，然后一些饮料。我任务呢是那个1分钟伏地挺身嘛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就可以去跟网美网红，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，假借任务之名，然后问完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之后，然后我再跟他说你要跟我比伏地挺身吗？这主意怎么样？不错，对不对？主办单位非常用心，还准备了就是蛋白质。这个碳水可能多一点，对。但是等一下需要划龙舟嘛，需要大量的热量消耗，补一点碳水 OK 的。我觉得我们也赢定了，这队有我就赢了，好不好？他一个人在那边，你们只要放着双手就好，爽啊！大神 carry 啊！大家可能认不出他的样子跟声音，但是你一定听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大师，这个就是媒婆电台的媒婆，对不对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大师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大师。我是真的盖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。现在看到物理治疗师3个字 ，Sunget。对，我现在要去找他接我的任务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会假扮是送这个生菜沙拉的服务员。有需要吗？谢谢他。对对对。这个是那个3个字 ，Sunget， 物理治疗师。对，我是健身教练。我知道。你愿不愿意跟我进行 PK 赛？一碗力是不是？1分钟而已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不要比跟肌肉相关。我觉得这个有点硬，刚好伏地挺身。怎么可能？健人盖一 VS 3个字 Sunget。那我雷剑都拿掉，我拿掉下来。我没有雷剑还是一样弱吗？准备好了吗？预备开始。你烂一点好不好？哎，你还蛮强的。我要死了。物理治疗师之力。还有了15秒。看，而且主办单位叫我 PK 2位，可是只是第一位而已，保留一点体力好不好？3个字 Sunget， 最后一下，好，我们结尾要把它做一下。我现在离目标还差1位，但是我现在看到有2个很巨，
看起来有在健身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现在要去挑战他们。好了，进来，需要吗？有其他的任务吗？这是任务吗？任务，补一下，补一下蛋白，很需要补蛋白。对，我是这个概念，是教你们健身的教练。好看，我觉得你们变得很好，所以想让你跟我们一起解任务。我的题目是阿丘巴吗？一分钟伏地挺身，对，看谁次数高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我如果没有过关的话，我拿不到礼物。我要再走下一个挑战。等一下，你自己要找一个这么巨的挑战。无聊，这七、五、八、九、十、二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再一下，不会吧？看他做到完嘞！我完蛋，我忘记我几下，我可能要看一下回放。应该是你多一点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挑战成功。那我们现在的任务算是达成了，我现在要去换礼物了。太好了，绝对蹦感。换礼物，换礼物。碳酸水 USB 电风扇，活动现场的毛巾，对，待会就可以用了。计算为主，所以之后看五队哪一队分数高就是冠军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比拔河比赛。Are you ready? Attention! Go! 好对面三个女生，我们整队都男的，待会等第二场。龙龙队跟肉粽队并列冠军，今天。环练背肌算很成功的，虽然之前已经做了伏地挺身，练完胸了再练背，一样拿冠军。今天算是真的是很开心，因为天气真的很好，还不错。但虽然我已经晒了，有点被晒伤了，而且玩得很湿啊，鞋子都进水了，但是还是很开心。好的，那今天的活动也到尾声了，对，现在要撤展了。今天真的认识非常多 YouTuber， 非常多元，非常好玩，就让我重温了
高中大学时期的，这个超像联谊活动的，很棒哎，真的认识很多不同性质，然后非常优秀，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 YouTuber。有机会的话，刚找了一些，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他们合作，然后看能不能激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。那今天的龙舟大赛也很荣幸，也很幸运啦，能够拿到冠军。对，跟有两队吧，有两队并列冠军，一队就是我们龙龙队，一队就是肉粽吗？霸掌队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最后也要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，记得肉粽不要吃太多哈，吃多的话记得多重训，好不好？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是简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有问过了吗？